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本人在玩具反斗城看到，然后觉得太可爱的枪，所以就买下来了。这个是一把类似左轮的 Q 版枪啊，然后车的盒子是这样，然后本人是买150啊，因为它有特价，所以原价是多少我忘记了。然后是在玩具反斗城购买，然后它的名字正式名字是说超射程泡棉枪，可以注意看它子弹只有4颗红色的泡棉了。给它豪迈的给它拆下去，看到这把枪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。枪是这样，正面是这样，然后他用的武器应该是只能到这样而已，我以为他可以压到底，所以这边是没有可以扣扳机的地方啊，所以它是这样子扣住，握住后压住，然后应该是用空气压的方式把子弹给射出去。子弹就是4颗小海绵啊，然后它比较贴心是这边还可以让你把海绵塞在这里，个人觉得还不错。塞住后是这样，然后这一颗可以塞在这里啊，然后应该是就像这样，哎呦，好像威力也蛮强的哦。打到人的眼睛不会怎样吗？欸，不会，它很轻啊。刚刚听到那个声音吗？至于射程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射程其实不到2公尺，可爱的枪啊，不到2公尺感觉没什么。